你这样，没有，还没有啊？那上面那个灯箱没调好吗？上道还没调好吗？ 没有站在这边来拍，要有一个人站在这边拍的话。你先来拍一下，我们自己也要拍美术。那不是有上一次不是拍了吗？那你不拍个视频，你们都不站在这边拍了的，那一块。骑摩托车了。对呀，他们没有拍嘛，他们只有拍嘛，来来来，差不多你的效果有就可以了。